给你个任务，明天一定给我拖死曾浩。国军的医疗队是不是要到？他们打哪儿进的望安镇？小米医疗队的那是日本人。你机不可失哦！不对，快，车，停不住了，车！ 一子解双生啊，是你的口袋受的不够紧。哎，日本人怎么会没上当啊？知道我们走北山县的，就我们几个人，我也想不通，到底是哪儿出现了纰漏。嗯，会不会有这个可能？是刘青金属，刘念北把事情跟他说了。肯定不可能。 小姐，你可醒了？你感觉好点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胡少爷把你送回来的。姓胡的。哎。 我想起来了，他打我，他人呢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别动了，你就歇会儿吧。这是个姓胡的，他居然敢打我！哎呦，とてもいい機会だったが、奴らはすでに追い申し入れていた。しかしなぜ、奴らは舞台あねたたかいのか。失敗、クソ、地獄だ。 司令、奴らは普通の兵士ではありません。訓練された、おそらく特戦隊員です。特戦隊員？国軍はいくつ特戦隊員がある？小さい医療部隊のために特戦隊員の派遣なんてあり得るのか？さらに奇妙なのは、彼らの中になぜか外国人がいる。信頼に教えろ、調べろ、必ず発見させろ。はい。 大哥，二哥，他们来了。刘叔，这就是国军的医疗队，山下留了几个，其他都在这儿。啊，这位是来自美国的怀特先生，国军专门请来的医疗专家，专门来看一下水的毒源。 到了，怀特先生，你就住在我的后院啊。特战队分为两组，徐新、高飞住一组，其他人住一组啊。胡克明，你醒了。
想打我。啊，那个。我打你也是为你好。打哪儿了？我跟你拼了。这女的是谁呀？姐妹。冷静。这么多人呢。再说你也打不过我，对不对？还有，那鞭子你还要不要了？想要鞭子，那就好好表现；要不想要呢，我回去就把它给收了。你敢？那你看我敢不敢？哎，我不送了啊！哎。那个，小志，啊，带着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啊啊，行，大家跟我走吧，何德先生，行。小子连我都给骗了，我在那儿白等了一天，他自己跟冯天丽在那边打着热闹着呢。是热闹。哼，自打胡克明上山以后，咱们小青山是接连不断的出事儿，现在好，医疗队上山了，哎，还带了个外国人。大哥，你说这小青山还是咱们的小青山吗？人家是专家，是来帮咱解毒的。老三，你怎么总是傻了吧唧的啊？解毒也就你信，你好好看一看，那怀特身边那几个人，那都是一等一的高手。我是怀疑他们上山的真实目的。只要他能解毒，上山就上山吧。大哥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这个美国人在咱们小青山，那小青山就大难临头了。怕什么？来了打狗日的，打打打，整天就知道打，鬼子多的是，你打得过来吗？大哥，我觉得你得考虑考虑小青山的未来了。关于小青山的未来，我想得很清楚。老二，以后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。我相信可能。好了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曾文浩在排队等待国军医疗队给他注射解毒药物，他一天都在山上，不可能透露消息。又盯着我，他在山上一整天，我也盯了他一整天，我也没机会去。那你说日军怎么知道我走北山线？我跟你说过，有些事情一个人做不了。啊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干什么事儿都得带着你呗？我没这意思。你就不会想想小青山这些老的就都没问题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不过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。我现在也不好说，我前后想了一下，在你行动之前，孙镇长上山了，然后呢？孙元起生意畅通无阻，你觉得要是没有日伪那边的关系，他能做到吗？他和小青山的生意来往也特别密切，现在美国人上山了，他们的破坏会不留余力。我觉得不仅仅是孙镇长，王营长、裴二爷、雷三爷都得防着。
认识啊，挺漂亮的。好久不见了。一二九到现在，八年。是啊，一晃眼八年了。还记得那会儿，你和同学上街抗日游行，被军警通缉，还在我那躲过一晚。抗战打到现在，你觉得那会儿举行游行抗议政府错了吗？我没说你错。当时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去美国。扔下祖国独自受苦受难，我去美国，我做不到。那这几年你在做什么？做我该做的事。在小青山抗战，这里有什么？你可是学医的高材生，就算是抗战，也有你用你的地方。一把手术刀救不了中国。啊，对了，你呢？你不是去美国学建筑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珍珠港事件以后，我就和怀特回国了。他是我老师。他是你老师？建筑专家，赵薇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到望海镇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对不起，这是机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好吧。嫁人了吗？你呢？倭寇未灭，何以为家？你还是老样子，满腔热血，自己的事儿从来都不想。山河破碎，总得有人站出来。你们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我就给你喝。老实点。你说你们这一走，是死是活的，连个信儿都不给我们。哎，我说你们真的别问了，我也不会说。我告诉你们了，那还叫机密吗？什么机密不机密？老实说，这些日子去哪儿了？哎，老大不让我说。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，你知道我们这天怎么过的吗？啊，我们真以为他给调走了呢。哎，川人家，你是不是天天盼望着老大被调走？你存什么心？别挑拨离间啊！他调走了谁负责呀？我指着他，行吗？夫人，我打个比方，不审他吗？我听说老大成亲了，有没有这事儿？哟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这事儿我可以跟你们说，你赶紧说，赶紧说，快点，凑近点，我跟你说，那只母老虎啊，立正，敬礼，队长，特战队前来报道。
最近在军部伙食改善的不错啊，一个个精神状态都挺好的。老虎到，我不在的时候训练严格完成了吗？严格完成训练，还不如你在呢。老虎训练压根儿就没把我们当过人，主要出的就是你，还是左腿。都有，下面布置任务。这次你们上山，我也踏实多了。这次的首要任务，保护好怀特和高飞的安全。我们跟日本人交过手，他们知道怀特在我们当中，一定会不择手段地破坏我们的任务。怀特先生在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寸步不离，誓死保护他的安全。都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解散休息。是。干什么？都不动啊？真等着给份子钱呢？明天越野50公里。来看看嘞，卖泥人喽！这位太太，这些泥人做的还不错啊。个个都是有来历的角色，别看不起眼儿，厉害着呢。有什么新发现？这些人看起来和胡克明都很熟，个个身手不凡。对了。还有一个美国人，看来这次他的任务还不简单呀。好，您看看，这个泥人不错，还不错，那就买这个吧。啊，啊，你拿好。谢谢。走好，来喽，来看看卖泥人喽。卖泥二爷，大当家的伤没大碍？不大碍，啊，多谢王营长还惦记着我大哥，多谢啊！王营长，我可得谢谢你。虽然小安河附近没打着鬼子，可宗敏毕竟辛苦跑了一趟，谢了。应该的。弟兄们的毒都解了吧？都注射了血清，过两天就没事了。那就好啊，小鬼子这次让我们吃这么大的亏，这个仇必须得报。是，那是那是。不过从这件事上看呢，国军以小青山是要多走动走动。啊，老孙头，我这不就是来了吗？是。二爷，可明在哪儿呢？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找他合计合计。哦，他。在后山，去找他吧。三爷带路，这边走。宗敏，二爷，你又要干什么？哦，我这慰问医疗队嘛。黄军的意思就是要你帮忙查一下。这医疗队在小青山上到底要干什么？有什么好查的？还不就是因为有人下毒的事儿吗？
事情没这么简单吧？简不简单跟我没关系。我已经把消息告诉你，是他们自己没抓住机会消灭医疗队，还来找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打算和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。孙镇长，如果以后再到山上来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可就跟你不客气了。哎，二爷，哎呀，别，我跟你是好说好商量的。二爷，你这个帮皇军办事是有条件的，是吧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条件啊，渡边司令他全答应了。怀特先生这次来小青山的主要目的是勘察四周的地形，看看四周山的高度、风速、气候，还有就是是否便于防守，这些都是勘测后才能决定的。这四周的山都得查？那当然，北山、南山、小青山都得查。南山简单，没有人，随便去。小青山呢，和刘念北说说呢也有可能。北山冯天丽会让我们去？我觉得不可能。说说看呢？他是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，对我们国军有看吗？小青山看到需要几天？医疗队的事儿，你只要帮了他的忙，渡边司令他就给你委任状，你呢就会带着小青山的弟兄们啊，风风光光的回东北老家了。哎，你不就是想带着弟兄们跟着刘寨主雷三爷一起回老家吗？你手上有了渡边司令签字颁发的委任状啊，你们以后再不用在这里飘着了。以前你们得罪皇军的事既往不咎。你看这渡边司令他是多大度啊。二爷，现在呀就看您的态度了。查着医疗队对你还不容易啊，关键是要搞清楚那个美国人到底要干什么。Tell him 5 days. 5天。先从小青山入手，北山我想办法。怀特先生是以查毒源上山的，必须要给小青山一个说法。老虎到，看好水源，小青山的水源不能再出问题。是。王营长，怀特和高飞小姐负责勘测，特战队负责保护，鬼子那边就交给你了。哦，那我现在就下山，他们两位就拜托你了。宗勉，快下山了。啊，孙站长，哎，那我就等你消息了。啊，好好。哎呀，林先生。镇长。哎，二爷。哎，你这个啊，我在胡克明那边已经证明我是清白的了。嗨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哎呀，二爷，我林先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只见了裴二爷。是啊，我还以为他会想方设法的接近曾文浩呢。我们最近盯曾文浩盯这么紧，曾文浩不会没有察觉。难道是孙元起出了问题？阿志，哎，下山盯着孙元起，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。行，我这就去。云峰，我虽然卸了你的脚镣，但并不表示我完全的信任你。还有，离怀特远一点。我再说一遍，
我只是为了知道你想干什么。我说过，有一天我会告诉你，你跟高飞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小姐，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认识林峰？我们六年前在北平是同学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。同学而已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。校友关系，不是恋爱关系吗？我看他看你的眼神就不对。你看我的眼神也不对。啊，那不一样，还是有区别。行了，可明，这件事情别再问了，别太为难我。行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我也就不问了。我就一点，尽量离高飞远一点啊。你不了解他，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。还有啊，我林峰从来不做利用女人的事情啊，这点我相信。我也一定没有你了解高飞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离怀特和高飞远一点。哎，生气了，我就让你离他们俩远一点，至于吗？这么说，这个胡克明的确是国民党的人。那他来小青山是因为私事还是因为公事？随着这支医疗队的介入，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。他跟刘念北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，国民党派他来执行任务，倒也算是走了捷径了。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想在小青山，在望海镇搞什么名堂。这个相信山上的同志会查清楚的。只是，怎么？护送医疗队来的这些人的初步信息资料，你也看到了。国军的特战队嘛，个个都是好身手。こいつらが特戦隊？はい。潜入隊員の知らせでは、奴らは医療部隊には構わず、あの米国人だけを守っています。なあ、それは正しい。待ち伏せ攻撃の準備は万全だ。奴はたったを数人、簡単に包囲を突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。はい。万海前と小金山はもともと手強い。その上、特戦隊まで。あの米国人は何をしてるんだ？情報はあるのか？辛苦啊！站住！啊，怀特先生正在工作，请不要打扰。測量のようですが、少なくとも水源調査ではありません。測量調査？はい。私にもわかりません。ワンハイジェンは我が軍の管理下にあり、国軍大部隊からは何百キロもあります。シャオチンシャンを測量してどうするのか。ワンハイジェンをやるつもりなのか。ですが、ワンハイジェンも町からかなりあります。奴らの司令部がそんな指示を出す理由がありません。不是，那个全员在山那头呢，你们在这儿干嘛呀？怀特先生怎么工作，我无权过问。我去看看。我不看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海泉，
老大让我们小心的人，是不是他？他们是特战队的，而胡克明只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工。这说明，这个美国人来此地的任务很重要。国民党不惜派遣精英，在他的身边保护他。我指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说，他们跟这个胡克明像是认识的？应该很熟悉。那你觉得是特工的作战能力强，还是特战队的作战能力强？当然是特战队的，他们都是绝对顶尖的人才。那他们在行动的时候还看胡克明的眼色行事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轻易靠近怀特先生。那个张队，嗯，我们现在可以去下一个勘测点。好，走吧。麻雀，雷暴。这个我也观察到了，的确是有这么回事。那这事儿倒有些奇怪了。このことはますますうさんくさい。国軍はまず特派員を派遣した。その後米国人が来た。さらに特戦隊員がついてきた。なんであれ。奴らには必ず大きな陰謀がある。気を抜くことはできない。潜入隊員に詳しく調べるよう伝えました。今彼らには特戦隊員がある。もし動き始めたら我々には損になる。うん。戦域の司令部に。戦区司令部につなげ。哎哎，回来了！哎呀，辛苦辛苦啊，这都不容易，这么沉的都……哎，怎么让你的拿来了？我帮……哎，曾先生，不用了，您走。是我。哎呦，哎，我说，人家那玩意儿你又不懂，别帮倒忙啊！不是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不是我跟着你，你答应要听我上课是不是？今天第一节，走吧。走吧，哎、我还好多事儿呢。不是，哎呦，我仓库一堆事儿。这么说啊，一节课就一小时，不耽误你正事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老师好，同学们好。今天上课之前啊，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学，曾文浩同学，大家欢迎。同学，大了还能上学？同学呢？同学们，曾文浩同学啊，很调皮。大家要监督他，好不好？好。行，你坐吧。坐坐坐坐坐。高飞，嗯，这里有雾，应该是234米。对不起，我的失误。你是不是有心事儿？没有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山上的那个男人，你跟他很熟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过去怎么了？哈 ，romance。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爱情，但是你现在遇到他这个人，你不觉得这是缘分吗？我现在没有功夫想那些事。但是战争是最惨无人道的，在这个布满鲜血、恐惧、仇恨、苦难的时代里，不觉得爱情显得更宝贵吗？高飞，从你的眼神里我能看出来你爱他，要不然在美国那么多年，怎么解释你拒绝那么多追你的人？爱情
我早就忘了爱的感觉了。忘了？忘了怎么了？你去把他找回来。你现在去跟他谈，我来做。White, go, get out of here. I'll take care of it. Go, go, go. 同学们，今天林老师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曾经和你们一样大的一个孩子的故事。那时候啊，这孩子的家在美丽的松花江畔，那是一片美丽又富饶的地方。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田野里穿梭着，奔跑着。他们当时就互相约好了，长大以后要一起考大学，学业归来，建设自己的家乡。后来孩子长大了，他如愿地来到了北平读书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爆发了9·18事变，他的父母也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，他回不去了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儿。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他那朝思暮想的家乡，但是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等你们长大以后，中国再无战事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国家早已驱除鞑虏，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中国一定能站起来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走，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慢点。等等我。说的太好了，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你的课明天还得来。我账房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走了。说得好啊，艾凌峰，那现在那个孩子在哪儿啊？不知道。哦，凌峰，有时间吗？我们聊聊。好。哎，凌峰，是我先来找你的。青青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我，去吧。那个孩子不就是你吗？你满腔的抗日热血，却在这里教书，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回到东北，一个人面对几十万关东军。不过现在好了，美国人也参战了。真的希望战争早点结束。我想回家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你老是问我东北是什么样啊，下大雪的时候好不好玩，能不能看见狼，能不能看见东北虎。其实我在美国也会常常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。是吗？我也在想当时我去美国是不是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看你现在到小青山来了，还执行秘密任务。
别想套我话。在你来之前，其实我是很担心的，我不知道克明到底要干什么。但是现在你来了，我放心了，至少你不会帮鬼子做事。那你呢？我想你应该不会只是一个简单的老师吧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现在换成你来套我底细了。这几年你有心爱的人吗？